今天有到开幕战现场来帮我们加油，然后上赛季的冠军不只属于我们球队，是属于大家的，是荣耀是大家的。然后很开心，谢谢公司到这么高的冠军戒指给我们球员这么棒的舞台，然后最后感谢陈后这一局一起努力的加油团的队友，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。